的女同学都很厉害。对啊。他是帮忙负责播的而已。这个科技留下我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我戴上这个 VR， 看到了非常多菜，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棒。好，来，然后这一个呢是属于平常生态，好，平常生态，这是溪流生态，所以能模仿的溪流生态、平常生态跟稻田生态。这个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。为什么？哪里棒？因为呢，很有趣。不用抬开，慢慢的移就好，慢慢移。有收钱了吗？哎，对，他这个应该是接着。来，拿过来。手机，好，慢慢来。好，你们觉得放在哪里会比较好？这个放好，那主机放哪里会比较好？主机放好，你过去，好，移过去看看位置好不好？ OK。 你去。好，那观察一下那个，现在那个主机有在充电吗？你观察一下。好，那你去移动一下那个板子，看看那充电效率会不会有影响。对，它有没有变快啊，或是变慢或之类的？有吗？好，观察一下。好香哦！你有没有看草莓？这个，刺刺的。小礼物啊！好，那么请先生呢，为我们今天的第三位，这是呢，是啊，是农技校园，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这个餐盒食材当中都是自己来自己种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自己的食材自己料理，非常棒。那么在场所有的小朋友们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，要吃健康的，同时自己要知道如何栽种，对不对？举办。那么来到我们现场，非常欢迎呢，我们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已经在现场了。那我们也欢迎我们卫生局局长也在我们的现场，哎，还有我们的董事长。在这一次呢，我们进行了这个就是我们非常棒的小朋友他们自己的栽种，哎，对他们今天自己栽种的蔬菜，想跟市长。现在利用大计，桃园食农好有趣，桃园。